就可以举起你最深刻的东西，小朋友也可以举起来，老人也可以举起来，举自己的，然后接着呢，就跟着音乐节奏一起拍手。介绍了我们鲜花的选手了，我们鲜花舞人的选手当中，那也请大家可以跟着呢一起出来鲜花舞人。好，前面这一段就可以跟我们牧师女孩表演就可以了。这边要麻烦大家呢，借我们的粉丝、工程师。有没有现场的朋友还不会跳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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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？不会跳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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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那也跟着。工程师 Go Go Go， 工程师，好，蛮好的，光是练习这。这个小朋友呢做得这么棒，来，这个小球送给你，大家会站起来，我当时会应该也会站起来，要跟着一起动。哎 ，Andy 站起来啊！哎，老公不用站起来。加油！我们今天的一个麻将呢，不错的成绩，谢谢大家。